我喜欢就是收集一些什么旧的东西，就是我每次会把一些书信啊，然后或者照片，然后或者是之前写过的一些东西，或者是之前用过的一些东西收集起来。我这次从营里面把我所有的姓名贴，每次升班分班的姓名贴要带回来，然后也有把我用过的一些在营里的什么卡片啊，然后大家写的什么信啊，全部带回来。你在创造营里边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就每次公演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合作的人是我印象最深的。就离开那里，我觉得最舍不得的应该就是在那里交到的朋友。对，然后没想到就在营里有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，然后而且我特别幸运的是，在的这几组，然后大家每个人都很善良，关系都很好。其实是这么情况，因为我之前在到营里之后嘛，然后我就真的很努力，很努力的在想去表现自己，但是就是有时候就往往事与愿违嘛，在别人面前你的这个努力还是不够的。就到二公的时候，我就真的那段时间拼了老命了，我在努力，真的。张张夸自己温柔大漂亮，这真的是大型尴尬现场。